Hello，大家好。现在那个深港福安宫的妈祖住驾在这个和美修文买的这个红品公司哈，公司的老板提供哈他自己的这个厂房给大家来这边用餐。啊，最后这个今天这个安宁绕境的最后一站哦，深港福安宫的这个妈祖的轿子哈，也这个暂时的搂背。住假，好，然后请那个工作人员在这边用餐。然后现在法师哈裸背，他会烧一个裸背的金砖，大家可以注意他的脚步。嘿，他的脚步哈是往外跨的，像那就是从那个马这样下来的感觉。好，然后中场休息。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深港福安宫妈祖的神轿。那这个红品公司的老板哈，还有准备这个一些贡品哈，会来拜这个妈祖，也感谢妈祖哈，今年特别住驾在这边。还有那个红彩，就是上面布满了1000块。哦，红彩这个看起来上面是写湖内里，可能是湖内里的这个村民哈，感谢妈祖这个一年的庇佑，那也会给付一些那个钱啊红包哈这样。老板也有家虎在那哦，老板吗？好。那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圣大炉。好。先看神通好了，这边是神通的轿子。那可以看到那个轿顶它是有这个神通灵，还有永济。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轮到当先锋的这个宫庙，他其实就会去提供灯吼，去领这个永济跟神通灵，那是当机祈感，然后去跟这个天公领的这样。那这个做神通的人吼，他会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那第二个就是昂点啊，也是深港比较特殊的这个算是绕境的这个职位职称。如果说这个先锋吼，他先锋他需要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昂点啊就会上来代替这个神通的位置，那继续带领这个队伍绕境。那我们再来看大楼。大家应该不太知道现大楼是什么。这个大楼，楼柱制度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有了楼柱的人，他其实要负责这间公庙的很多事，包含这个钱的来源呐、钱的价户这样。那其实深港福安宫也是一样哦，它是靠着这个15深港。祭祀圈吼，14个村跟一个里和美的湖内里吼，去当这个轮子这个圣大炉制度的这个单位吼。刚刚讲那个先锋是征讨，那现在这个是传力下去轮。那今年刚好轮到这个泉州村的泉安宫。那轮到的时候，他会拿到3个信物吼，第一个是这个圣母的令旗，第二个是圣大炉，那第三个是这个妈祖的神像，这个楼珠嘛或者是够楼嘛。那我们可以再往前看一下。中间有看到这个有金灰的地方。啊。金灰，你要不要进来？
嘿，这个就是我们的象大楼。现在外面看到的是比较方形的炉哈，那在更早之前，它其实是一个井楼，一个小小的井楼。那井楼你翻过来后面，它会看到刻这个大正三年还四年的这个落款哦，代表我们这个象大楼的制度，它其实是非常久，接近九十年、八十年的这样的历史。那我们的楼大楼之外，是不是还有我们的购楼妈？对，购楼妈在这边。楼主妈也在轿子里面吗？嘿。那深港的这个楼主妈哈，可能是因为这个信徒哈非常的虔诚去信仰，因为这个要等十五年、等三十年才有一次这个妈祖来我们的村庄，所以都拜很多贡品哈。这个楼主妈的形象，通常这个两颊都会比较丰盈一点。那之前福安宫它有发生火灾，发生火灾连这个主神都已经烧掉的时候，楼主妈旧的楼主妈就赶快回到这个福安宫去定点，这样那在福安宫可以刻一个新的这个楼主妈。然后这是早上的时候，福安宫会给他们的那个轿子的灯。那中间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全安宫的主神雷府千岁，他其实脸是比较花一点的。什么样子的庙通常会担任那个先锋跟信寡楼？先锋的话哈，是这个十八个村庄，庄头征讨，他都可以去拔这个神风。那这个象大楼的话，因为可能以前可能是村征讨去拔，可是这个人越来越少，其实每一个村庄他要负责这个楼柱的扛回实在是太重了，他要出人又要出力，后来就把它改成这个村里哈，这个可能一个村他有两三个庄头这样各社会，那他有这个经济能力，他去这个他有经济，他比较有经济能力哈，他也就可以去维持他这个楼柱的扛回。那如果先锋刚刚讲那个征讨的话，通常妈祖都会挑这个，可能是他这个庙特别法师者特别多，或者是他的这个神明主神他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他比较骁勇善战的这个一个形象。那比较灵验的就是可能这个丢大楼的这个村里哈，他可能前两三年他就会先丢神通，他等于是预备练习这个今年度哈，这个妈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练习生的一个概念这样。在我们可以，这个是。刚才讲讲请诸位讲几句话话。今仔是咱新港保安宫，也即安宁要紧。咱以前农业时代是行了三工，但是即摆农业工也是行了吼，那个时间的时候，咱行一工。一天的时候，现在就是由我们大楼先锋和圣庙，今天圣庙的样子，今天特色就是我们三军总司令与特色，有样子这个特色，谢谢。谢谢主委哈，刚刚跟我们介绍整个这个历史源流，较早好就是廖建的三工，较早是咱廖景吼三工，三工是咱因为安那迄阵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即个叫做吼，迄阵三工，迄田华路嘛，照行，田华路是咧行的时候，拢四个人在咧耕稻，
哦，啊，即卖咧，我阿都工业社会是八个人咧耕，哦，所以即卖差啊真多，哦，啊，即卖佫多阿都大桥佫占用点啊较多，但是咱圣庙圣庙桥，甲咱哦这下线拢大路，拢用哦用哦耕诶。无路途，那个，哎，行进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不可以落地，除了这个中午休息，所以对九班来讲，可能要传两班啊、三班的九班，另外个去轮替啊呢。拢较侪班落咧轮队。嘿，哦，所以啊，较无路的时阵来行这个参队吼。大家可能会想象参队给他打派，其实不会，你反而去这个翻土吼，反而吼这个建筑吼。啊，这个是那个船长。啊，咱注意替妈祖服务多久啊？343年。啊，你替这间庙服务多久啊？40几年。啊，拢是担任主委的这个角色嘛，啊，当年拢出来安尼，就是无用安尼。主委是今年才落接的，啊，那古队我是接，上干事是接早20年，哎。替妈祖服务足久啊，对不对？真久啊，较早我嘛做委员做10多年。辛苦啊。为了大家哦，袂辛苦啦。哎，好料的出来，给咱家叫班吃。吃袂？咱也袂吃，吃都在吃的。啊，足切草的哦。啊，啊，都各种头，家己打啦。我们这个饭菜都是各个庄头他们自己准备，然后奉献出来给就是教班人员吃的，就干。这饭菜拢是大家。各村里，要都打来。嘿，对。各村里家己就打来。谢谢诸位。好。这个是古尼大楼的船长，嘿，古尼圣大楼的船长吼，陈元生船长。哎，我们请他讲一下圣大楼诶，几年当中吼，爱做虾米款的这个工课？我们等一下去。长久，你讲对接落开始爱做啥物工课？你讲过年诶时阵爱去迄个福安宫啥物普渡，甲大家讲一下。哦，咱每算啊，咱每一年啊，钓着大路诶人吼。嘿。啊，伊算哦，即伊算咱四个拢会看妈祖看日子。好。啊，即边就是看到咱农历诶4月15。好。哦，啊来用安年诶路径。哦，全咱新港乡，哦，啊，过来就是从即摆啊到七月，哦，七月就是咱七月初，就是呾着大路的人，迄串爱来串一挂米纳达，嘿，米纳达，香港较特别贡品米纳达，来福安宫遮，吼，啊，破拜拜，哦，啊，过来就咱新港本庄就是遐原意就是7月13。普渡哦，啊，钓大路的人，哦，啊嘛是爱船，哦，啊个8月初1，等于就这是那个，嘛是爱船面大来咱福安宫，就是普渡有三届，头届是7月初1，啊过来7月13，是正日，正日吼爱船较侪面大，对，啊过来8月1号，8月1号，因算这两种等妈祖保平前吼，平埔的。担数，看到几担，会当加，袂当减。哦，干妈做无清洗安尼。嘿，啊，过来就是用阵来到8月，9月初9。9月初9，啊嘛是咱圣道路嘛是爱等下咱妈，等下妈迄个妈，咱福安宫妈祖婆家，啊加过来就，收兵。收兵，吼，啊收兵，咱这收兵嘛是爱看日子。哦，嘛是咧，咱妈祖无看日子，啊，收兵伫时，啊，带来就一年多来给圆满，哦，健康去安尼，哦，感谢大家，好，谢谢参照，感谢。
谢谢船长。船长辛苦啊！别啦别啦，恁比较辛苦。我家哥哥。看那个三军司令的旗，那个三军司令的旗，刚小何有跟我们介绍，不是说最近在吵那个三军统帅的议题才被做出来的哦。小何说在60年前的吧，深港乡有一本这个建乡60周年的书，里面其实那些老照片就有这个旗子了。所以这个旗子，村长可不可以给咱补充？因为咱那妈祖年年吼，咱因算六安年啊，这方向要到伊啊平埔的，啊，今仔就是来到这板头，哦，到咱这三德所交接，甲用个交接车，甲小中道，因算咱起路数吼，下早时甲下晡时，上差不多差无偌济，哦，啊，安尼就是今仔日，哦，啊来停，跟起来小中食中午，安尼吼，啊，等下。等下嘛是还佫排班完，就要出发啦。哦，安尼，会算会过一挂下晡工去。安尼，因为算今仔日天气嘛，原来较无好。哦，啊，下昼原来前了有较晚一丝啦。哎呀，我谢谢船长。船长拄只意思就是讲吼，在中午餐中岛设置的地方，大概是今天这个路程的一半的地方了。那其实这个很多点心啊，都是信徒自己发心，那是讲各个村哈、村庄自己的诶，这个头人 QQ 的 Q 一挂香火钱哈，啊来传这个点心给大家吃。然后带大家来看，人家每次这个绕境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把布车，那个把布可以免费吃到饱。啊，就是这台绕境把布车吗？我们的那个总干事也在讲把布。总干事先扣啊，有没跟我讲几句话喂？没讲。深港五万公，今仔日就是天上圣庙啊，特定这个龙时吉日，安娘娘境平安，哦啊，中午来点伫咱这个安平先生哦，伊的这个工厂啊，主教啊，食中午安尼，哦啊，因为一年一度天上圣庙。诶，即个安娘娘境啊，祈福平安哦啊，真对即、这个哦，祈求即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吓、啊，真正谢谢感谢大家。好，谢谢总干事，来家食饼，搁家交了。啊，我们可以往前再来看这个。啊、其实是这个阿伯吼，每年都会发心吼，在这边提供这个无限量供应的这个凉水吼、冰淇淋、百香果口味啦、绿豆沙啦、蚵仔煸吼，给大家这个，给大家享用吼，辛苦了，大家辛苦一天这样。今天其实早上吼，透风搁落雨，啊搁出大太阳，非常非常的折磨。但是现在大太阳天，然后大家吃到这个阿伯的百香果冰，大家都透心凉，真的。你也来拿一杯，快点，我们是有这种节目。小编也来拿一杯好了。百香果好，谢谢。小何来喝一杯。谢谢。小何哦，我们拿到的是这个百香果口味的，我们来访问一下阿伯好了。Thank you.
可以看到大家都来跟阿伯还有拿冰吃凉。阿伯，你当年都来这拜答吗？我这啊，哎呀，妈祖我出来，我当年来对了。哦，你怎？哎啦，吃饭都做。哎，来再来20多年了哇。哎，妈祖我出来的。阿伯，你来想要供应这个凉水？水节啊。哦。水节，阿妈祖搁伫阮门口啊。哦，我住伫新港庙啊。哦，嘿嘿，我会食了啦，啊，唔得，有咧做，有咧做这假装，伊妈祖号出来，我一定会做，会摕出来。发心分量的，给大家吃。啊，冰淇淋无了啦。搁有冰淇淋，搁有冰沙哦。哎呦！喂啦喂啦！喂啦嘛，你赢啦！好来，我边叫啊！那么这个中午午餐哈，大概休息到下午一点，整个队伍又会开始出发。啊，今天结束大概是晚上六七点哈，会在这个深港福安宫入庙哈，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过来看热闹，这样。好，那我们下午会在芽头继续跟大家直播哈，请大家再密切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拜拜。